家好，我是关心妍，知道歌唱又来了，我记得当年参加完之后就激发了我做这个歌手的潜能出来，也都、由这个比赛去影响了我的一生。所以都希望你对音乐尤其是对创作的朋友有兴趣的时候快点去参加。第十七届加拿大中文歌曲创作大赛截止报名日期4月20号。